你要介绍一下吗？啊？你们要介绍一下？要介绍什么？这是鞋子，我觉得会抬过吗？肯定抬过啊。还是哪一只？还是用哪一只？会隐藏？应该是没有隐藏吧？隐藏应该是。真的是同样一只？不可能同一只。红狐。红狐子。红狐。把那掉呢？可以哦，这样所以应该是开酷了。我跟他们开来找呀，隐藏这些都是剩下来的才打出来的。跟他们过分。你才小姐，你才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呗。你们太天真了，就是他们很过分。紫色，梦狐，隐藏的彩色啊。嗯，梦狐，所以另外一只就是那个，不过还有还好啦，另外一只是没的。它的工艺其实是一样，它只是颜色不一样。嗯，工艺不一样，工艺不一样。然后我拿出那箱子，这次是没有那个小的，最后一只应该是幻狐了。哇，还有三只隐藏哎，不是？有三只隐藏，你都讲了，他哦 ，OK， 隐藏是怎样？他们一盒有四个嘛，就是假如有隐藏的话，就是会四只的其中一只就会不见了。它就会换成隐藏。就是你已经开三只了。嗯。所以这只就是隐藏了。没有啦，就这个换成。不会有隐藏了，我都讲他们开过了。冰壶、青壶、彩壶。可以不要一直动来动去吗？嗯，你让我很难追焦呀。嗯。恭喜啊！你要有午餐，所以跟我哥哥讲，以后不要去那边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他的湖里有一个是不见的。